中英联合声明签署后第二日，英国首相戴卓尔夫人会见香港的行政立法两局议员，强调他对香港前途充满信心。I believe we have secured such arrangements, and that the agreement is a good one. As a result,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can, I believe, face the future with confidence. 六四屠城事件前，已经唔系每个香港人都同英国政府一样咁有信心，相信中英联合声明可以保障香港嘅前途。对前途冇信心。但是有能力的人相继移民外国，八六年走了19000人，八七年走了30000人，八八年走了46000人，三年来总共有100000人走了，大部分去美加和澳洲。这些香港人为了打开一道太平门，很多不惜将家庭拆散，先送太太和仔女去外国定居，拿移民资格，自己呢就两地奔走，大多数时间留在香港继续事业，努力赚钱，过住痛苦无奈的太空人生活。庄先生是一个例子。3年前，他以投资移民方法将太太和5个仔女移居加拿大，自己一个人留在香港打理人造树和丝花生意。日头忙生意，夜晚忙应酬。庄先生说，有職員有朋友圍住，就不感覺到做太空人的孤寂。不過一到曲中人散回家，對住幾千尺大屋的時候，就覺得淒涼了。即以前回來又很熱鬧，譬如說太太煲湯你喝一下，小孩子或者又等你回來又問你的功課之類的，始終都是熱鬧得多。現在就覺得轉變得很大，好沉靜嘅一間屋啊，大咁啊，自己個人喺度咁啊，覺得即係都相當唔習慣。為咗一道太平門，付出嘅代價的確唔少。莊先生承認，長期同太太分隔兩地，對兩個人嘅感情係有一定影響嘅。嗱，你見佢唔到啦，佢又見你唔到啦，嚇。咁譬如話，我一個單身男喺度啊，咁佢只係話一懷疑話你整日去邊度啊，點樣啊，咁又難免嘅呢啲。六四屠城事件前，一边厢有人努力找太平门，另一边厢决定留低的就希望尽量为香港50年不变争取更大保障。有些人致力基本法的起草工作。御用大律师兼基本法草委李柱明坚持香港将来的政府必须由直选民主产生，以减少中国的干预。李柱明一直致力争取88年开始有直接选举。当港府在88年头发表代议政制今后发展白皮书，决定要到91年才在立法局加入10个直接议席的时候，李柱明和其他民主派人士失望到愤然焚烧白皮书抗议。今日他要求直选的呼声，令到他成为不少市民心目中的民主先锋。我爱你。持有不同政见的商界人士梁振英虽然对香港乐观，但是认为要有前途，政制改革必须循序渐进。由于他的见解接近中方，于是有人就当他是保守亲中派。梁振英他成为基本法咨询委员会秘书长之后，形象更加鲜明。好似一般安居乐业的小市民一样，做会计的欧先生欧太太一向对香港将来的政制发展没什么特别意见，只寄望经济继续繁荣，生活方式保持不变。李柱明、梁振英和欧先生虽然对香港的前途有不同的期望，但是当时他们都同样深信香港的命运是掌握在中国领导人，尤其是邓小平的手里面。中国以及香港人一向对邓小平都有很高的期望。84年中英联合声明签署那年，正是中国建国35周年，当时邓小平的声望如日中天。
北京市民提出小平你好的慰问，充分显示邓小平推行的开放政策深受人民欢迎。好希望他可以真的长命百岁啊！咁咧就好想话，邓小平一定要希望他过九七啊！同埋嗰陣時咧，譬如話有咩報啊，咩中國突發新聞啊咁樣啦，咁咧就希望，唉，千祈唔好係鄧小平有事啊咁樣樣。基於對鄧小平嘅信念，過去五年裏面，李柱銘致力爭取直選，梁振英致力為基本法諮詢民意，而歐先生咧就致力賺錢儲錢。就咁樣，香港喺審慎樂觀，同時帶有隱憂嘅氣氛下，度過咗中英協議簽訂之後頭五年。今年四月，胡耀邦逝世。北京学生在悼念活动的同时，发起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学生运动，争取民主自由。当时大部分的香港人都对中国前途充满憧憬，主观希望中国借着这场民主运动可以一夜之间民主起来，到时就不需要再为九七问题担心。当时我都觉得香港啊会很有希望，因為如果呢一班學生咧，能夠爭取到自由民主，咁好顯然咧，就係如果中國大陸嘅政策都係民主，都係自由咧，香港就係會跟住呢個政策嚟走。香港好多人嘅感覺度咧、就是，就係如果一國兩制咧，就即係將好似有一個界限喺度，咁就呢條界之北就可能有一個極權嘅架構。呢條界嘅南咧，就可能係一個好開放、好民主嘅架構，但到嗰時候啲人，香港多數人就覺得呢個唔係咁可行，就反而覺得如果係呢條界之北係亦有相當多嘅民主咧，呢條界嘅南嘅民主成分肯定會更加好。停止節食，保重。五月十九日凌晨，中共總書記趙紫陽含住眼淚去到天安門廣場勸學生停止絕食。你们还年轻啊，同学们啊，还年轻，来日方长，你们应该健康的活着，看到我们中国实现市化的那一天。你们不像我们就已经老了，无所谓。正当事态有迹象可以解决的时候，国务院总理李鹏发表讲话，将爱国的学生运动定性为动乱。军委副主席杨尚昆同时宣布调派解放军入城维持秩序。我当时一方面感到震惊，因为一直以来对那场学生运动都感觉到是一个相当和平的一场运动，我觉得没有这样的需要，也都感到有些迷惑，为什么李鹏总理在学生已经宣布了话要停止绝食撤出天安门的时候呢，还有一个这样的决定。就好嬲啊，那晚嬲到直情瞓唔着噶，成晚对住电视机希望仲有咩新消息啊，同埋好真係好驚啦，驚话有咩佢一宣布咗戒严呢就可以对付啲学生啊，咁呢就由嗰时开始一路好担心啲学生。李鹏的戒严令令到很多香港人由以为中国会走向民主的美梦惊醒过来。八号风球底下，超过四万市民上街声援北京学生。跟住那两个星期，有百多万市民一而再、再而三上街支援学生，一洗香港人政治冷感的形象。六月四日凌晨，官方本来承诺不是用来对付学生的解放军冲入天安门广场展开一场大屠杀，据外国记者报道，死伤数以千人。坦克冲过人群的同时，
亦都狠狠剪碎咗香港市民对中国嘅信心，对香港前途嘅信心。你别走，师傅，你别走，快走啊！把这腿上链子套我这。快走，快点冲！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刺的每个人的喉咙，但是那些已经牺牲的同学们的，还有什么能够在？但系可以用四个字嚟形容佢，收回他的性命，愤痛恨。我觉得直情系一个残暴嘅政府，唔系。即不是说一个正常人所可以做的，要他来统治人民，那我知道人民会生活在什么环境之下，几痛苦。突然间要我们接受这样的政权，我想香港人呢，即我想是生不如死的。电视新闻的大屠杀景象仲历历在目的时候，中国当权派竟然向全世界报道这样的真相。死亡的大学生是23名，这个比较具体，这个数字比较具体。我哋冇理由相信咧，系中国嘅官方报道咧系真实，好明显咧佢哋系讲大话。咁而一个政府可以每日咁讲大话嚟呃人嘅政府，咁香港人有咩可能啊会相信同一个政府会遵守将来做出咗基本法里边嘅条文？跟住进行大搜捕，李鹏讲过绝对唔会秋后算账，结果又系出尔反尔。中国政府咧喺事前作嘅承诺，后来咧都一一落空，包括不秋后算账，包括军队唔系用嚟对付学生嗰啲承诺咧，后来都落空咗。香港嘅未来咧，同中国政府俾香港嘅承诺，无论系中英联合声明里面嘅承诺，基本法里面嘅承诺。是有很密切的关系的。如果中国政府是这么不重视自己的承诺的话，是很难怪香港人对中国政府是失了信心的。他所保证的完完全全是假的，那他所讲的我们将来的怎样，那你叫我们有什么信心？根本是没有。他就算跟我讲到你97年后香港怎么好都好，我都觉得是没有希望的。邓小平由5月16日会见苏联主席戈巴卓夫之后，到6月4日大屠杀为止，一直冇露过面。香港人由主观愿望一向支持改革嘅邓小平，同呢次大屠杀无关。结果6月9日，邓小平再次出现，仲企喺李鹏、杨尚昆等保守派嗰一边。香港人对中国嘅愿望一一全部幻灭。我嗰阵时好天真啊！我同我先生讲，我话佢比见戈尔巴乔夫嗰阵时肥咗，我话唔系佢嚟嘅，唔系佢嚟嘅。我真係希望嗰個唔係佢，我希望係話佢學報道個所講話佢病咗啊、病重啊或者乜嘢。我唔希望係佢真真正正係真嘅鄧小平行咗出嚟，因為如果真真正正鄧小平行咗出嚟，我覺得我哋唯一嘅希望都係冇埋噶啦。唔肯相信咧，一個領導人喺呢10年內做咗咁多令到人哋對中國前途認為有希望嘅事，而同一個人咧。是能够一日之间将他所有的功绩自己推诿。